选开始，请各位选手进入海选区域。哎，脱口秀大会都没有人报名了，还在办，根本就没有人报名。有人报名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有。有不挑活了，现在。哎，您也是21世纪早期的人啊。那个时候大家确实很爱看脱口秀，但是现在是2071年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爱看脱口秀了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报名了。你看，那不正好拿个冠军吗？拉倒吧，去年就俩人，你也没夺冠呢。别说那个，今年几个呀？今年目前为止就您一个，这不正好吗？哎，来报名点。哎呦，冠军抢的，怎么还抢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我不同意。慢点，碰瓷儿，偷懒，周奇墨。你是不是出去唱嘻哈，让人把腿给打断了？周奇墨。都50年了，你还在这跟我抢冠军？我不是跟你抢冠军，咱们这个脱口秀啊，它英文名叫 stand up comedy， 那顾名思义呀、啊，你得先 stand up， 是不是？来，起，起，没想到啊，这 stand up comedy 啊，你卡在了第一步 ，stand up， 你也别嘲笑我，你上来就往我身上靠。怎么着？你是脱口秀界天花板，我是脱口秀界承重墙啊！哎，你是承重墙，我是天花板，你还是够不着我。哎，来，你够，我够，这家伙还掌握了嘻哈的真谛呢。哎，行了 ，Listen to me， 二位伯伯，你们是不是就打算都报名？我是成竹在胸啊，因为我之前拿过脱口秀大王啊。你后来呢？你给说说。后来我就开始接商务嘛，然后我接着我干嘛去了？接着你就凉了，接着我凉，我今天报名我就不凉了。你都健忘了你？我健忘，我今儿早上刚在那个养老院，我演了一个专场，我一个段子都没了，还是一个段子都没了。所有段子都讲两遍，老头以为他出来返场呢。哎，咱那是脱口秀，那不叫返场，那叫 call 骂人。老头 call back。哎呀，行了，二位大爷，我呀跟你们实话说吧，咱们这个脱口秀它实在是没有热度了，所以说呢，今年的这个脱口秀大会啊，很有可能咱就不办了。不办了？不办了？就这么散摊子了？要散呢？哎，我不同意。奇墨，快把耳麦给我，我要上台。这眼神咋还不好使？我这是助听器。他那是助听器，我这边能听见。何广智，我奶奶听你段子长大的。他奶奶吃米饭，想吃辣的。我这还是给你吧。广智来了，咱们就有救了。广智来了，咱就开始走秀了。还是给你带上吧。哎呀，这何大爷来了呢，咱们这个赞助就有了。但是就是还稍微缺少一点点话题，话题还不好办吗？哦，我就委屈一下，我跟呼兰我俩组个 CP， 就叫广兰路。我不同意。别来了，本来我是退休了。那你要猜我的 CP， 这我不同意。人是可以退休，但 CP 绝不能毕业。为了这次参赛呀，我还特意去染了头发，
这就只染这一撮呀？哎呀，染这一撮就够了，这一撮呀是笑点。人是可以老，但笑点必须永远年轻。这笑点还挺密集，这个笑点。为了保住这一撮呀，年年植发。哟，还植发呢？植发还植发？哎呀！哎，什么了？把我笑点给我弄没了，笑点也作假，笑点了。哎呀，二位大爷，咱能不能先不要着急找笑点了啊？哎呀，找不到就凉了。哎呀，咱能不能先把那个海选给录了呀？啊？我不同意。谁呀？你抬我笑点了。哎呀，好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怎么了？胡总，我让你找选手，不是四个老头，你看这一个个的啊，拄拐的，坐轮椅的，找笑点的，谁会花钱捧四个老头？我们可不是老头，我们是脱口秀回锅肉。这回锅肉也没有50年后回锅的呀！啊，我宣布啊，脱口秀大会无限期停更。我不同意。你看看人，导演都有脱口秀梦想。年终奖给你3倍。我同意了。啊，这就同意了？瞎胡闹吗？在这开玩笑。等等，豆豆，他是豆豆，你是豆豆，你是豆豆，你是豆豆啊！我是胡总，豆豆就是豆豆，就是豆豆，就是豆豆，豆豆就是豆豆。我是，那你为啥听咱脱口秀？哎，现在年轻人没人看脱口秀了。你不是都想上节目吗？你们要真想上，我可以让你们上其他节目啊。你大高个，你适合上那个超新星运动会，我给你报名。我这都拄拐了，我运动个啥？就撑杆跳嘛，就能跳这么高？你好好练练，肯定行啊。还有你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就特别适合去那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当医学志愿者。我没学过医啊，让你当患者，治好就走。那是飞行，我要常驻。你治不好，你不就常驻了吗？啊，还有你俩啊，毛血旺正缺人呢。毛血旺、毛不易和李月琴都没档期啊。他俩的狗没档期，让我们给狗抢活。你去。啊，别管了啊，反正现在大家都有节目录了，那就好好录啊。我们只讲脱口秀。脱口秀，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，脱口秀不行了。再说，你们应该是不知道，李诞他已经没钱了啊。哎，节目做不了了，散了吧啊。等等，豆豆。他是豆豆。哎呀，又忘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散了吧，都走吧，散了吧。我的笑点也没用了呀。要不我出钱，咱们脱口秀大会继续录下去。你哪来钱啊？我年轻的时候不净接商务了吗？刚才你怎么不说？我忘了。抠小抠就抠。你这有钱没观众，这节目也做不了啊。观众我有呀，我这边全是那新整的老太太，我让他们带着子女都来，咱不就有观众了吗？哎，这有观众也有钱，咱这节目能成吗？对呀，能办了呀。行了，我这个腿我也没有办法再讲 stand up comedy 了呀。胡兰。是男人你就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，可以，胡兰，哎呀，站起来了！哎呀，又踩我笑点了！哎呀，赶紧吧，兄弟们，走吧！欢迎来到第54届脱口秀大会。你学奇迹呀！谢谢，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脱口秀大会。只要热。